我进入保送生宿舍。一诺，这么香火锅你不吃，在干嘛呢？吃火锅呢。大家暑假有没有学习什么新东西啊？我每科都复习了一遍，什么都没学。就算没学，也不能当着校长的面说吧？校没学好啊，你们肯定是做了更重要的事情。你们先吃，先过去了。你们真的做了重要的事情吗？也不是很重要，就把大学四年该学什么安排了一下。我也就把大学某些专业的课程都粗略的看了一遍。我也只是帮邻居家的小哥和他的同学修改了十几篇论文。还是校长懂保送生。采购是大量购买的那个意思吗？对啊，这不也是移动办公的神器吗？可以给我爸的企业员工都装备上。又是先见之明。